原标题：谁说外国人素质高？看看1902年西方女人站在中国林园的石凳上拍照。1902年，外国友人参观中国林园，注意人家也站在石凳上拍照。1903年，罗伯特爵士参观花园。1903年来华访问的罗伯特爵士。1930年，站在围墙外面的外国人，正在进行表演的剧团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